瑞全球的伙伴们，大家好啊，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啊，很高兴呢，今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对我们十瑞产品的一个认识和了解啊。那大家呢，就是说我简单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自己呢是在国内本来就是从事管理咨询和猎头工作，所以到加拿大来以后呢，就一直在寻找一些生意机会找了看了很多机会以后呢，就慢慢走到了我们这样一个营养保健领域，然后就开始了这样调理的一个，就帮助别人来去做健康调理。我有6、7年的健康营养调理的经验，帮助了很多朋友的健康。那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碰到Frank，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我们施瑞生意这样一个机会。那我是被 Kim 会的整个这个愿景所感染的。但是当我看到说只有6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吃惊。我说这6个产品我怎么来当营养师啊？然后但是我看了成分以后呢，我就觉得说非常不错。真的，这个成分，以我6、7年的营养调理的经验来看，使用起来会非常的方便，并且呢，每一个产品都会针对某一类特定的问题会非常的有效。那对于脂肢体技术呢，我看了一些书面的报道，但是真正的效果呢，是这几个月的实用经是大家实际的使用以及一些反馈，让我有了非常深的印象。我觉得我们的吸收技术真的太棒了。那这5个多月的我自己包括伙伴的使用呢，让我对我们的产品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我想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对我们产品的一个理解。那今天就是分享一下我对十瑞产品的认识哈。那大家呢都知道呢，其实整个来说，细胞健康了，然后人体就健康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人体就是由各个器官来去组成的，而器官的最小的结构单位那就是细胞。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左边细胞，那么这个细胞的结构呢，就是有细胞膜，然后里边呢包裹有各种细胞的成分，细胞质也好，线粒体也好，那我不需要搞得那么专业。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说有一个膜，然后里边呢是整个化学反应、各种反应的一个场所。那整个那这个细胞如何能去正常的运作和健康呢？其实有2件事情要做好。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营养成分必须要能够通过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部。然后进入到细胞内部以后，就可以有各种反应的发生。大家可能很多这个中间说我都看不懂，看不懂这些词。但是大家要知道，看看，首先要知道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的成分、不同的化学物质。那然后首先要有这些化学物质能够进入到细胞内部，那它才能发生各种反应。然后呢？产生反应以后呢，形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质，那么需要供给给别的器官、细胞等等，那它就要通过细胞膜要出来。然后呢，中间化学反应的过程中间也会有很多的毒素的一些产生，废物的产生。那这些废弃的东西的产生要怎么办呢？那也要通过细胞膜呢，再出来以后要排出去，所以大家其实就知道了，说这个细胞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它既要很严密，但是又要让好的物质进去，坏的物质和有营养的物质进去，和合成的新物质或者是毒素出来，所以那这个呢，它就要就是像我们家的大家各家的门儿。要锁得严实，自己家人要进出自由哈。那并且呢，同时大家也知道，里边是需要各种化学物质的充足，它这些反应才能够发生。所以，那我们把这个放大了来说，从肝脏解毒上面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小的细胞哈，那么放到一个气管，那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就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肝脏的解毒过程哈，这样一个肝脏的解毒呢，它是分2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一个
脂质化就是油溶性的东西要变成水溶性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些水溶性的要有很多的化学反应，然后产生废物。大家看一下，毒素是无处不在的，有我们内在的正常的细胞反应，它都会有代谢产物，也会有内在的毒素的产生。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有一些药物啊、化学制剂呀、等等食品添加剂呀、等等那些污染物，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在空气中间呼吸，都会有毒素进来。那进来以后，第一步化学反应，大家会看到需要很多的反应酶，有什么氧化酶、还原酶、水解酶、氢化酶。那这些酶呢，就是一些化学的催化剂。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我们身体里边有的，然后呢，我们需要 B2、B3、B6、叶酸、B9，那就是各种 B 族维生素、谷胱甘肽，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在我们的Eternal 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成分，对吧？支链的氨基酸，然后那类氨基酸是要由我们蛋白质降解生成的，类黄酮、磷脂质等等，然后这样一些。这些物质都有，那么这个第一步的解毒反应才能够发生的比较好。它发生反应以后，再进入到第二步。第二步呢，在第二步的化学反应中间，又需要很多的化学物质，谷胱甘肽呀、硫酸化氢啊、甘氨酸啊等等，葡萄糖醛基呀、甲基化呀等等，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半胱氨酸，很多的 B 族维生素一样的有谷胱甘肽等等。那这个过程中间呢，还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自由基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抗氧化剂要捕捉的东西。自由基会让我们的身体会危害我们的细胞，会慢慢自由基的累积，容易细胞变异，然后就会有癌症。那我们的抗氧化剂就是来去把这些自由基去捕捉到的。所以。然后呢，毒素呢，大家看一下，它要排出去，因为有这么多的化学物质都要有这个肝脏的排毒反应才会比较完全。然后呢，这些毒素呢又要全部排出去，排出去从哪儿排呢？水溶性的毒素呢会通过血液，然后到肾脏，然后排出去。那油溶性的一些毒素呢就在肝脏中间生成胆汁，然后呢就到胆囊里去储存起来。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胆囊排出去以后，要从肠道，然后随着你的粪便排走。所以其实大家就看一下，就这么一个排毒反应，就是肝脏的反应，就是需要有若干若干的物质都要有，缺乏了 B 族维生素，缺乏了氨基酸，缺乏了任何中间的一个营养成分。那我们在的肝脏代谢都不会顺利的发生，而我们这些产生的毒素呢，我们也需要自由抗氧化剂来把它捕捉掉，然后呢，要把它完完整整的排出去，不是指肝脏一个器官的事情，涉及到血液。血液的流通，那就涉及到很多的淋巴结节呀问题。那如果淋巴有结节，那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太会好。如果你的肾脏不太好，那这个毒肝脏帮你解毒了半天，你也排不出去。然后如果你的胆囊有问题，很多人不吃早饭哈，容易生成胆囊炎，那你慢慢的这个也不会排好。还有很多人便秘，好容易这个胆汁从你的肠道又跟你粪便排出一起排出去，结果你一直便秘，那这个。它的成分呢，这个毒素呢就会被反吸收回去。那我去分析这两个的作用，其实我是想从这个上面来去分析一下，到底我们营养素要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来帮助到我们细胞的健康，帮助到我们整个器官的健康。那首先第一个，刚才讲到了，你看那个我们团队中医 Jessica 经常说，我看到谁我都会说他是。肝郁脾虚，肝郁脾虚说什么？就是肝脏排毒，毒素排不出去。脾虚，脾胃是后天之本，营养不足。那刚才我讲了，这个细胞内部要化学反应发生的很完全，那么你该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得有啊？刚才肝脏的解毒过程中间需要那么多的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等等各种物质，你是不是要想顺利发生都必须要有？所以，那我们就要成分必须多样。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吃各我们的饮食结构要多样化，水果都要吃各种颜色，蔬菜也要吃各种颜色。那如果这个东西你没有吃进去的话，怎么办呢？你吃不了那么多种水果，吃不到那么多蔬菜，怎么办呢？你就要补充。所以我们的这个营养补充品
就尤其是 Vitalite 中间，大家会看到有14种绿叶蔬菜的萃取物，10种莓果的萃取物，Eternal 中间又有多种抗氧化剂，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产品的成分都非常非常的多样化，可能我们一个产品中间的营养成分就是别的品牌几个产品的营养成分。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刚才我讲到了说这个。门儿得关严实，还得自己家人进出自由，也就是这个细胞膜要很严实。但是大家知道，严实到什么程度了？很多得糖尿病的人，那个糖分子都进不了细胞了。那所以，那你这样的话，你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进不去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我们这个产品的专利技术，这个运用的脂质体技术，所以非常特色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运用在癌症抗癌药物靶向药物上的这个脂质体技术呢，它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营养成分有效、快速的能够去穿透这个细胞膜，能够进入到细胞内部。所以第二个，我们的脂质体吸收技术以及其他的一些吸收技术呢，是我们这个产品特别大的特色。真的，大家去看很多的案例见证就发现了。我们的吸收率真的太大了。然后刚才我还讲到了，那这个营养要进去，毒素必须要能够排得出来，整个器官也是这样。所以呢，在我们的产品结构中间，大家就会看到，其实我们营养型的产品主要是两个，一个是 Vitalite，一个是 Immune。那我们排毒型的产品呢，其实不只是 Purify，大家会发现，其实 Revive，包括我们 Eternal，其实这3个产品其实都是很关注排毒消炎的。那当然了，我们其实 Vitalite 中间的这些恒量的矿物质啊，然后和一些宏量的一些多量的一些，就是钙、镁这些，其实它们也会有助于去排毒，就是很多的矿物质哈。所以呢，我们的产品的组成结构，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种类组成结构中间，不只是注重营养，还特别的注重排毒。那这个呢，就为什么很多的中医的人会用了我们的营养素，甚至会比他们中药的效果还好？因为事实上，大家去看一下中药的一些见证案例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中药比较侧重排毒。它中药的作用就是要排毒消炎，那我们这个营养，我们的营养素呢，可以比中药的效果更好，就是因为我们很偏重这部分的产品哈。那另外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一个佐剂技术也跟成分多样化有关系，大家就会看到，可能你在市面上你看到了他们卖胶原蛋白，它就是胶原蛋白里边含胶原的降解物，但是我们中间会含有。帮助胶原蛋白再合成成胶原的成分，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 Immune 中间，我们不仅有胡皮素，还有锌。那么胡皮素呢，我们就可以帮助到锌的吸收。我们在我们的 Revive 产品中间，大家去看刺桂皂苷，然后胡椒碱、薄荷醇等等，那好像看上去跟抗氧、跟消炎没什么关系啊，这几个成分，然后那是没用的成分吗？不是，它是。很有用的成分，它要帮助到能消炎的成分的渗透，能够帮助到它的吸收。所以我们在配方中间，大家其实看，你仔细看配方，配方和配方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真正的让这些成分能够达到它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每一个产品都是考虑到了很多的多气管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待会儿我会具体讲到 Purify，比如讲到 Revive 的时候，我都会讲到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刚才我看大家肝脏解毒过程的时候，大家就知道那个图，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你讲排毒不只是肝的问题，你的皮肤的排毒通道也要打开，你的肾脏也要非常排泄很好，你的大便要很通畅等等，我们要关注到身体的各个器官。那当然了，我们维生素、矿物质和功能性植物相结合，这个呢特点呢就是让我们优于中药的作用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所以这个呢是我简单来介绍一下我对我们产品特点的一个
就是我对我们产品特点的一个分析哈。那正因为有我们这么好的吸收技术，所以我们的产品通过药物检测实验室的检测，大家看到我们的吸收率是非常高的。那一般的市面上的片剂产品大概只有10%左右的吸收率，但是我们的产品，大家看到 Eternal 可以达到95%的吸收率，即使是非常难吸收的姜黄素以及中间有一些很多油溶性成分的 Revive，它也有30%的吸收率。你说我们 Collagen 有73%的吸收率，怎么会不比很多市面上的胶原蛋白用了以后见效快呢？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特点，正因为有所有综合前面的那些特点，我们的产品真的就会有很快的、很有效的一个功效，并且呢，我们的产品全部是提纯自有机植物的，也不会有这些带来一些农药啊等等这些副作用，就是有危害的东西呀等等，所以。包并且呢，都是一些植物天然提取的成果，不会有毒副作用哈，所以又安全，所以我们的产品才会进入到被收录到 PDR。那大家知道 PDR 是美国医生的桌上药典手册，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严重到癌症、艾滋病，然后一般的处方药，那都会收录在这本书里，而我们的现在的6种产品也全部收录到这本书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从我们成立5月23号正式开业，那现在仅仅4个月不到的时间，在北美就会有700多位的专业的医生，然后来去推荐我们的产品，因为有效又安全。所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说起的时候，大家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个是美国医生专业推荐的，然后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就对每一个产品呢，我来做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分享哈。那第一个产品呢，Vitalite，其实大家看这个名字的时候，好像跟维他命其实有点像。那么大家是不是就会有容易把它跟维他命放到一起，就是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实不是啊，我们这个产品中间，我们去看我们的营养成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只是我们的一部很小一部分，但是这个中间的含的是很全的。第三，达到了800单位，复合 B 族维生素，各种 B 族维生素都有，钙也有250毫克，锌有10毫克，这些作用都会是很强的。但是这个产品远远不是维生素矿物质，它是我们对我们肠道健康非常有益的产品。那我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为什么我们把 Vitalite 和肠便道产品放在一起，而放在一起是对为什么说这个产品是任何的一个谱，就是说非常健康的人他都需要来补充这样一个营养成分，因为这个产品用起来真的很好用，因为我自己的调理经验，平常有肠道问题的人，这些产品我要用5、6个产品来去。来去一起来综合调理，客人就会跟我说太多了，你能不能少一样两样？但是我又不能少，为什么不能少呢？因为其实大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肠道不好，我就吃点益生菌啊，然后我消化不好就吃点酵素。其实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如果肠道整体要健康的话，其实你的益生菌要想很好的存活，你的身体里是有一点儿的，它存活不好会有很多原因，它可能肠道会有炎症，那你要去消除它的炎症。然后你引进的新的益生菌，它要想存活，更大量的存活，其实它需要有很好的粮食，那我们称之为益生元的东西。那这个益生元呢，可以由我们的14种超级食物，就是这些蔬菜、绿叶蔬菜降解来得到。所以，那你如果是只补了益生菌，不补益生元呢？你的那个益生菌到了肠道里，其实也活不了，就是说不容易再生。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说我不舒服，就吃点消化酶。但是事实上，你这些消化酶进去以后呢，你是一直在帮助它。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为什么消化酶没作用？可能是你的第一，你的是没有消化，这种消化酶，比如像很多人喝酒，喝了以后就是
不能容易解酒，那你可能有的是缺乏这种解酒的消化酶，但更有可能是你有这个消化酶，但是这个消化酶也是需要很多的矿物质的激活的。所以，我们不仅是帮你引进消化酶，我们还要引进微量的矿物质和这边下面这些矿物质，然后来起到很多的催化作用，以及它来去催化很多的消化酶。那同时呢，然后肠道的炎症啊等等的，其实很多自由基对肠道的炎症是有伤害的。那我们十种浆果的混合物呢，就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其实就我还是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哎，你们产品贵吗？好像比别人的单品看上去贵，但是事实上真的是你要用五六个产品才能够配得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而这五六个产品每个产品去单独使用，真的不能很好的解决你的健康问题，是互相作用的。那我在这儿呢，我特别想来去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只是维生素、矿物质重要，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要想有那些化学反应的生成，必须要有那些维生素、矿物质。那更重要的，我是要强调一下肠道对大家有多重要。所以大家看着这一下这个胃肠中心论，人体慢性病发生的顺序，大家看一下哈。后面的病大家觉得可能比较难，那个什么内分泌系统，你看内科的时候，内科医生你很多的内科病就很难调啊。但是事实上，大家看所有的病的发病根源都在消化系统。如果你的消化系统非常健康、非常健全的话，你后面的疾病都是不容易发生的。所以，我们小孩从小生下来以后就要管好他的两个口。入口和出口，你入口吃得很健康，出口大便啊、尿液啊都非常的好，那他消化系统就没有问题，以后长大了他就不会容易生病，所以这个叫胃肠中心论。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再看一下肠道的免疫屏障，因为现在我发现10多岁的人都便秘会非常的严重，大家看一下肠道壁这个完整性是很重要的，然后肠道壁它能够挡住这个没有经过消化分解的蛋白质分子、毒素、细菌，然后呢，它作为天然的物理和化学屏障呢，也能够把那个待消化的食物和一些肠道的微生物，也就是你食物中间的一些毒素、肠道中间的毒素，把它都屏障，就是把它挡住，不要进入到身体里边。而肠道上的上皮细胞呢，还可以调节免疫系统，这是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呢，在肠壁的黏膜下面呢，免疫细胞和淋巴结在的地方。所以这个免疫细胞和淋巴结呢，是对抗细菌和病毒的侵害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有一个说法说，70%以上的免疫细胞都是在肠道生成的，所以你就知道肠道对健康有多重要。说免疫力就要提到肠道，并且第二个我们又说到，刚才是讲身体那什么，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就是 mindset 的问题，好像就是说啊，我大脑出什么问题了？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大脑中间的神经细胞是最多的，然后其次就是肠道内部，肠道内的神经细胞是仅次于大脑的，所以它叫人体的第二大脑。它的肠道神经中间含有1亿多个神经元，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反应，包括哪些反应呢？大家知道，如果有人生气的时候，你的肠胃会痛，其实就是神经有反应了，并且呢，我们讲到人的情绪。人的情绪是要有高兴的荷尔蒙的，比如说哪些高兴的荷尔蒙呢？多巴胺呐、啊，血清素啊，催那个这些内啡肽呀、啊，现在都是很多看到微信空间中间很多大家都在讲啊，内啡肽，你跑那个什么情况能让你产生内啡肽满足等等？那这些东西是在哪儿产生的呢？这些高兴的荷尔蒙，约90%以上的血清素呢，它是在那个肠道中间合成的。那血清素呢，会影响到人的胃口、内驱力等等。而血清素呢，在晚上呢时候呢，它又合成为褪黑素。大家很多人睡眠不好的人会去买褪黑素，为什么呢？因为你褪黑素充足，身体就可以进入深度睡眠；而褪黑素不充足，就很难以入睡，睡不香。但是同时，大家其实还不太清楚另外一点，褪黑素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是自身身体产生的非常强的抗氧化剂，所以你褪黑素多，说晚上女人晚上多睡觉，美容觉，那你的褪黑素就会对你的美容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肠道的健康影响到你白天高不高兴，晚上能不能睡好觉。那你说这个肠道是不是非常重要？那从这个我们睡眠的中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Vitalite 对于这个睡眠的影响哈，那我们看从下往上看，刚才说了，你身体里褪黑素多的话呢，你睡眠才能比较好。那褪黑素呢，是由血清素合成来的。那血清素再往上呢，是五羟色氨酸，然后再往上是色氨酸。那最再往上，大家知道了，是从蛋白质中间来的色氨酸，所以要吃蛋白物质哈，不能不吃蛋白，不吃蛋白，你就连合成血清素的基本材料都没有了。那这个合成过程中间，大家又看到，从色氨酸，大家看看，如果你身体里缺乏 B3 的话，维生素 B3，那么这个色氨酸呢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B3，就不能往下面走了，不能生成血清素让你高兴，褪黑素让你睡觉了。所以你身体里要有充足的 B3，你有充足的 B3，那这个通道它就不会往左移，它就会往下移。那你色氨酸要合成五羟色氨酸呢，需要叶酸需要镁、B6、钙、D3 等等，五羟色胺要合成为血清素，你要有 B6、镁、锌等等。这个是不是应了我刚才说的那个话，说我们营养一定要全面，你要各种营养全部都有才可以。那同时呢，大家看，就是刚才也讲到了，血清素有90%是在肠道里产生的，所以如果你的肠道经常有便秘呀，然后大便不成形等等。那你的睡眠能不能好啊？你白天能不能高兴啊？如果不能的话，那你需要 Vitalite 这个产品，它可以全方位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睡眠，然后肠道也好了，血清素也生成多了哈。那就包括就是为什么说还有一句话叫脾肠同病。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肠道的重要性，就是说，如果你脸上有任何的皮肤问题，不管是青春期的痘痘，还是说小时候小朋友的湿疹，还是说有很多年纪大了开始有各种风疹，还有呢，我最近看到好多人就是皮肤上有那个小红点儿。小红点儿那些，其实所有的皮肤上的问题，你只要看着皮肤不是很好，不光亮了有这一斑，其实它的问题都可能会是在肠道，所以这个就叫脾肠同病。你去翻回来去看，它的消化系统是一定会有问题的，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会有很多年的便秘问题，或者小朋友呢，他也有便秘问题啊，或者是营养不足、营养素不够啊，他的菌群环境失调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正我们 Vitalite 这个产品的意义，大家明白了吗？真的不是外面的维生素、矿物质哈。那第二个产品呢，我想讲一下这个 Purify。Purify 呢，我就讲到了说，刚才讲到说，我们其实关注到了不只是肝脏的排毒，我们更关注的是全身的一个整体，各个器官之间是如何协同作用的，把这个排毒问题去做好的。那我们 Purify 这个产品就反映的特别的明显，它真正的是能够打通我们八大器官。我们公司网站上写五大，我又加了三大。然后那哪些器官呢？大家看一下。肝、肺、小肠、结肠、肾、胆囊、淋巴、皮肤，那这些都是跟排毒有关系的。因为你的淋巴要是不通的话，你的毒素是不可能从身体各个部分运回到肝脏的。而你解毒以后的这个血液，好的血液也不可能说再运到全身的各个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重金属。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产品到底它的重要性有多大哈。大家看一下，其实你看，除了这个第一二项以外，其他的其实都是中药成分，就是说植物提取物。就我们或者说我们就先说小一点，先说中药。那我们中药。但是我们把它变成营养素，大家知道中药拿那个开水一熬煮，能够熬煮的出来多少啊？一麻袋可能它熬煮出来的成分还没有我们一个胶囊的里边的含量高，所以我们用现代的科技的方法就可以提取出来浓度非常高。那同时呢，我们不失活。什么叫不失活？
熬中药最起码是开水，那么100度以下不能存活的那些物质是不是就没有了？那我们这个就真，我们呢就能够把这些成分都保留下来。同时，我们这个成分中间大家看一下，加了各种消化多种酶的混合物。刚才讲到了这个酶呢是很好的催化剂，它能够让身体的化学反应顺利进行。所以其实有一个说法，补充。这种酵素啊，消化酶就称之为叫不开刀的手术，这个是很说法很厉害吧？然后刚才又讲到，我们专门有这个负磷酸，然后从腐殖质盐中间提取的这个负磷酸呢，能够把毒素重金属，尤其是能够很好的排除出去。我就想讲一下这个为什么它要关注到各个健康和为什么重金属排毒特别重要。那我们这个产品的好处在哪儿？大家知道重金属大概对于大脑的危害是非常大的。现在呢，很多小孩有多动症和自闭症的问题，他很有可能跟重金属超标会有关系，当然也有可能会肠道有关系，但是肠道的危害呢，也有可能跟重金属伤害了肠道有关系。另外呢，重金属超标呢，还可能导致长期的一些睡眠的障碍。另外，大家其实知道，我一个师姐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她的一个客人就是这个种的种植牙哈，就牙冠应该是。然后就一直头疼，那把那个牙冠取掉了以后呢，他就不头疼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牙冠是重金属做的，然后他就是释放这个重金属，然后造成的头痛。那包括过，然后皮肤的问题也是跟重金属可能会有关系。然后包括大家觉得大脑不清楚，就觉得迷迷糊糊的，也有可能是体内的毒素呢，让这个脑部呢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哈。另外，肥胖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跟毒素的累积有关。所以说，重金属以及毒素累积在我们身体里，危害是非常大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近几30多年来，那个就是男性的生殖能力降低了有50%。究其原因，就讲到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 EDC 很多的塑料啊等等。的这些物质的运用，他们会杀伤精子的活力，然后导致活力的下降，就是这些毒素。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需要把它清除掉。所以整个刚才我其实想分享，就是说这些毒素存在身体里，会对我们方方面面都很有危害。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就从几个部分来去协同作用，各个器官来去。排毒，然后去打通这些通道，协同作用，让我们真正的体内的毒素能够排出去。刚才讲到了那个肠道的这个屏障作用，这个已经讲过了哈。然后你大便中间有胆汁的那个废胆汁哈，就是肝脏排毒以后的废物胆汁要出来的时候，你的肠道是健全的话，那它也不会被吸收回去哈，被这个胆汁不会被重吸收回去。肝脏的解毒功能当然就更重要了哈，更需要了。你肝脏本身的解毒功能是要上升的。另外呢，刚才我讲到了淋巴为什么要打通，那个很多人有淋巴。结的问题，这儿结节那儿结节哈，那这个淋巴打通，因为大家看看这张图上面，血管的不同的节点都有淋巴，那你这个地方如果堵上了，你的血液流通就不通畅了嘛，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结节要排除掉，把淋巴打通。另外，这个尿液哈，尿液呢，就是说肾脏一定把它过滤好，你的肾脏要非常健全，过滤好了以后，你的整个排毒功能就会很强。那在这儿呢，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一点，要喝水，喝水。再喝水，每天最少2000毫升的水量，因为你的血液、你的组织液、你和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系连通都是要靠水液体，然后把它联系起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皮肤，那这个皮肤呢是非常重要的排毒器官，那这些你皮肤下面是组织液，然后组织液中间如果有一些很稍微。少量的毒素，它哎通过你皮肤出汗排出出去了，那你就不容易起疹子。如果你一直排不出去，一直排不出去，这个组织液中间累积的毒素到了一定的浓度的时候，你如果皮肤不是很致密的，如果很致密的人就会是风疹，你刮一下，看着下面是红的，不够很致密的，它就会破开，破开了以后就是疹子和痘痘。所以这个皮肤的排毒功能也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就翻回来刚才说了，这个产品。
它的多种植物萃取物，它把这些所有的脏器的这些排毒都打通了，然后也把重金属也排出去了。那当然对我们的健康就非常有帮助了。这个产品见效非常非常的快。那 Crystal 的公公新冠疫苗以后味觉丧失啊，不知道饥饱啊，他从使用 Purify 到能够尝到这个甜味只用了2个星期到1个多月，基本上这些问题就都好了。那我们团队的啊，也是另外和我名字一样的丽华、Connie 啊，这些包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最后一分享的亚斌，都是不容易出汗的。但是我们使用产品以后，那当然还不只是 Purify，使用产品以后呢，他们的那个排毒通道都打开了啊，开始出汗了。那个今天也要分享的佳丽姐姐呢，她的那个新冠疫苗以后呢，每天晚上都是出一身大汗。那经过了我们的排毒和调理以后，她也都好了。所以类似的案例呢，非常非常多。当然，不只是 Purify 的功劳，也还有其他产品。刚才我也讲了，我们的排毒产品不止一个哦，不是说只有 Purify 叫排毒哦，其实消炎、抗氧化等等都是在排毒。那第三个产品呢，我想分享一下那个 Immune，那我们称之为免疫力配方。这个免疫力配方呢，大家看一下说，那大家一看成分就知道了，冬虫夏草、钙、海藻提取物、红磷脂等等，这是非常非常昂贵的中那个什么的昂贵的中草药哈，但是这些大家传统的中国人都知道，补了以后免疫力就能提升。那我这点就不讲了，我主要是来提一下我们中间含的高浓度的第三，我们有3200单位，它能够对免疫调节和那个基因控制有非常大的作用。中国人99%都缺第三，这个因为即使是在太阳下面，大家也是要把伞打起来的。那这样子就更晒不到太阳，是不可能有第三的。所以我们这个产品呢，给到了3200单位的第三。大家再看维生素 C，我们也给到了这个产品中间给到了500毫克的维生素 C，是非常高的浓度。那这个维生素 C 在新冠期间，对于保护上皮细胞和黏膜，提高免疫细胞的对外来致病源的杀灭作用，抵制低氧、减少肺高压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说，在新冠期间，VC 是作为治疗新冠的药物的，所以 VC 因为跟免疫力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关系大的，那它甚至对睡眠呐、对于心血管问题呀、对于缺铁性贫血啊等等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作用。其实反过来说，如果你缺乏了 VC，这些东西都是容易发生的。那么这个中间我们还有很高浓度的20毫克的锌，大家知道锌。刚才我讲到了很多的酶的存在，酶的活力是需要这些矿物质的激活的。那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矿物质，它能够使很多这些酶的辅助的因子，没有缺了锌，这些酶就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锌对于免疫力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新冠期间很多人注重补锌。那包括硒能够预防癌症，能够去提高癌症的抗击癌症的能力，去缓解癌症的痛苦。那这个55 mcg 的硒也是非常的含量高的。所以整个这个产品中间，不只是那些昂贵的各种的中草药在免疫力各个方面起到作用，而且这些和维生素、矿物质结合起来以后，那作用就会更强。那这个又是说我们为什么的营养素会强于单纯的使用中药的一个原因。那这个 Eternal 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那这个呢，是一个更是一个抗氧化剂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它需要一个抗氧化剂的组合？大家如果平常多看文献就会知道，自由基是不是一种哈？身体里会有很多种自由基，那么很多种不同的自由基，它就应该对应有不同的抗氧化剂来去作用。那我们中间主要有哪几种呢？有白藜芦醇、谷胱甘肽、辅酶 Q10，还有10种超级水果的混合物。那我们首先看白藜芦醇，那么这个白藜芦醇呢，是一种非黄酮类的酚类物质哈。那么它呢，对心血管的健康很重要，它能够抑制癌细胞，保护受损的 DNA，但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活化长寿基因，促进这个人的长寿。那讲到长寿，讲什么呢？就是说，包括刚才第三的那个什么是一样的，那个你的细胞端粒增长了，就会有长寿，并且你的记忆力也会更好，也会容易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等等。那这些都是很大的作用。那辅酶 Q10 呢？大家知道说，
在辅酶 Q 十是能量的转化的重要的能量转化酶，就是如果你没有辅酶 Q 十，就总觉得人体没精神啊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可以看到，你吃降胆固醇类药物的人和吸烟的人都会影响到体内辅酶 Q 十的浓度，那你都需要补。现在吃降胆固醇药物的人太多了，然后辅酶 Q 十呢，它还可以防。改善牙龈的萎缩，能够提高精子卵子的质量，也能够缓解甲氨蝶呤诱导的肺纤维化的问题等等。那甲氨蝶呤也是大家心血管问题中间常用的一些慢性病的一个药物。所以这么多一服用心血管类慢性药物的人都需要补充辅酶 Q 十。那谷胱甘肽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大家会看到看一下谷胱甘肽最早呢是因为以一个抗氧化，就是那个。美白来著称的，因为它能够抑制酪氨酸酶，然后从根源上让这个黑断掉这个黑色素不反黑，它还能减少骨骼肌的酸度。那另外更重要的呢，其实就是说刚才在肝脏解毒过程中，你两步的化学反应都需要谷胱甘肽的参与，这个大家都很明白了哈。那就所以呢，就这个谷胱甘肽呢，在新冠期间也是作为辅助治疗的一个工具，因为它还可以抑制病毒的繁殖，降低重症率的发生。那更重要的，大家会看一下这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因为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但是这个。糖基化的问题会引起糖尿病很多的并发症，而我们这个谷胱甘肽呢，就可以完全的来防止这个并发症的发生，对于肺部的损伤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个呢，是这个产品就会远远优于之前杰斯的产品，不只是说它我们的白藜芦醇的含量更高，这个谷胱甘肽这个产品就是很厉害的了。再加上辅酶 Q 十，对吧？那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产品。再加上十种超级水果的混合物，超级水果混合物呢，我这儿特别强提一下呢。这个超级水果混合物，它的抗氧化值特别高，它尤其对胸腔器官哈，不只是妇科疾病，妇科的阴道等等都是胸腔器官，并且包括肺部等等。那这些肺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啊，那个气管的这些炎症，包括一些鼻炎呐、等等的，那么这个十种超级水果的混合物对它来说都是会非常的有效。所以，我们整个这个 Eternal 可以让大家很多的慢性病的人会过得很就是。有就是叫做健康的病人，我有还是有病，但是我可以过得很舒服，然后也让这些很多的过敏啊、炎症等等不让它去有反应哈，就是能够去调理好。那这个 Revive 呢，是我们见证非常多的一个产品，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Revive 它中间呢，就是不只是说它是消炎，有快速炎症的消炎，这个产品它是真的就是说这个中间的几个成分，我会逐一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中间的姜黄素呢，它真的就是对整个的肝脏的产生、解毒酶的产生、谷胱甘肽的产生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然后呢，它是你看，就是会对整个解毒过程非常有用。但是另外一个这个姜黄素是在癌症的调理过程中间的这个研究中间的这个对植物性物质中间是研究的最透的一个，它在癌细胞的整个的。转录、增殖和入侵阶段，这个姜黄素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甚至身后生成的癌细胞的杀伤，杀死这些癌细胞，它都有非常大的作用。而我们这个脂质体的姜黄素的作用就更厉害了，并且呢，就那个姜黄素对于神经和认知能力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前年的时候，日本卫才出了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抗老年痴呆的那个药物，其实那个药物的作用机理跟。姜黄素的作用机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右面这段话，在正确的剂量下，姜黄素可能是比布洛芬和阿司匹林等等抗炎药物更为有效的抗炎治疗的一个营养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团队里会有那么多的见证，说真的是膝盖疼痛等等。用几天，用一两个星期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善，而西医、中医什么办法都没有。
然后齿叶乳香这个产品呢，它看起来呢是它是一个圣经中间就讲到的一个抗炎产品，这个产品是相当的抗癌的。它抗癌的机理在哪儿呢？它是说它可以是血管生成和细胞清洗的有效的抑制剂。所以这个产品，你说抗慢性炎症是不是非常的好？然后黑孜然油，这个黑孜然油是比那个鱼油的抗那个消炎作用更强的。同时呢，黑孜然油对于自免疫问题的人还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白那个红斑狼疮等等，这种都叫做自免疫问题哈。那黑孜然油呢，就可以来平衡免疫力，然后这个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帮助。所以这个产品为什么那个就是快速炎症的消除、慢性炎症的消除，那个作用会非常非常可以超过西药哈。这个大家真的是可以相信的。那最后一个产品呢，我们讲到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跟市面上不同的胶原蛋白的很大地方，我们是五克水解的微粉化的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一定要降解到很小，吸收率才会好。那这个是一个特点。那我们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中间不只是胶原蛋白，是有玻尿酸的。那么这个玻尿酸呢，不只是说让你的皮肤很好，还可以让你的眼睛，因为里边眼睛里是有防水的，关节呢是要需要润滑剂的。那么这个玻尿酸呢都能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并且呢，我们的石榴和维生素 C 这两个成分能够帮助到我们分解吸收的这个。就是氨基酸，就是胶原蛋白的氨基酸，再去把它合成成胶原蛋白，这样合成的效率很高，那我们的皮肤才会更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玻尿酸大家看到就是说是身体里很需要，就不用到医美那儿去打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产品中间还有水解的角蛋白以及生物素，这个呢在 Costco 就是一个单独的产品了哈。生物素 Biotin 在我们这儿只是很小的一个成分，所以我们这个产品的复配性其实真的就是其他产品所没有去关注到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自己这几个月的一个使用感受，真正的说这张图我是服了哈，就服了，就是说真的这个六个产品相互的作用，就能够对我们身体的整体的健康有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叫主动式的健康方法，而我们对这些产品来去做分享就可以，然后去帮助到我们全球的朋友的健康，那所以我们真的是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生意。那我自己呢，其实啊，我刚才讲到了说，我本身有6、7年的营养的调理经验，所以我一直以为呢，我刚开始我就会说，哎，我就看你们的见证啊，因为我以前之前已经是大量用营养素调理过自己问题了，但是结果我后来没想到，它对我的颈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炎症。然后我又缓解了非常多，然后呢，我也有这个，就说容易咳嗽一下啊什么样的，然后有漏尿的问题。结果发现用这个产品以后呢，我也缓解了很多，然后基本上这个问题就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呢是让我非常非常的去更惊异于它的功效的一个那个见证哈。那接下来呢，我想就是说，我请我团队的两位伙伴，然后来分享一下说，看看他们使用这些产品的一个感受。好，我首先有请佳丽姐，你的视频没打开。好的，谢谢营养师丽华给我们的详细的科学的科普。然后我以前听过几次了，每次去听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啊。今天呢，我就借这个机会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 Three 产品的感受。首先，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尚佳丽。1992年从北京移民来到加拿大，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继续读书。我现在住在渥太华，在加拿大农业部从事研究工作，同时担任多伦多大学还有约克大学的兼职教授。我今年60岁，之前呢从来没有用过营养品，并且对营养品也还有一些思想上的抵触，提倡自然，然后相信食补，在新冠疫情期间呢，就一直都没有出行，
疫情过后第一次去到多伦多出差，然后呢就去拜访了我的亲戚丽华妹妹。啊，这一次见面距上一次距离有大约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吧。我见到她以后就觉得非常的惊讶，说怎么好几年没见了，看上去比以前还年轻了，并且皮肤看上去也特别有光泽。然后我就问她是怎么回事，然后丽华就说呢，这主要是保养品的功劳，我之前劝你吃，你都不吃。但是当时呢，我也还是没有决定马上就用。回到渥太华以后呢，有一天就跟几位女朋友一起在餐厅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就提起来丽华说的这个营养品的问题。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吃这个胶原蛋白还会到脸上吗？”结果有好几位这个女生，她就说：“哦，我们都使用了十几年了，并且他们都说效果特别好，还对膝盖有帮助。然后4月份呢，我再去多伦多的时候呢，还又有幸结识了詹妮周老师。然后知道詹妮老师在她前平台，通过她的努力，改变了她自己和她女儿的生活轨迹，同时也帮助了很多的人的健康和创业。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改变。希望在自己在60岁开始这个新的阶段时候呢，能够开启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同时呢，还是因为看到就是周老师他脖子上的淋巴结节哈，就是在服用了 three 营养素之后，减小了2/3，所以呢，我就更加有信心说尝试一下 three 的产品。我当时的主要问题呢，就是说我左面的膝盖呢，以前因为就是参加瑜伽班，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做好这个之前的预热活动吧，就把这个膝盖伤到了。过了几个以后，一个月以后，基本上好了。但是呢，就是今年年初开始，它又变严重了。上楼的时候呢，就要一只手扶着楼梯的扶手，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挪。啊，平时就是在家里上班，然后坐在计算机前面坐久了啊，如果要站起来的话，是不能马上把这个腿放直的，需要一只手抓住这个椅子的那个扶手，啊，另一只手呢就去那个揉那个左面的膝盖哈，然后弯着腿，然后慢慢这样站直。所以呢，我就想先吃一点胶原蛋白，能够帮助这个膝关节的润滑呀、恢复这样哈。那丽华她是营养师嘛，所以她就建议我说，不要马上就先吃胶原蛋白，主要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服用过营养品，并且呢吃了20多年的西药哈，包括像这个高血压呀，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哈，所以呢说我在使用营养品的时候需要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的加。于是呢，我就是从这个 Vitalite 多种维生素开始。最初就是只是服用一半的剂量，然后就是逐渐的变成这个 full dosage，结果呢就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啊。服用维生素的第二天就觉得精神有了明显的改善，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呢，我是那天把手机放在楼上卧室了，然后我先生他在楼上上班，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佳丽，那电话铃在响，你的同事可能在找你。”然后我就站起来就往楼上跑哈，然后担心是我领导找我有急事。等我打完电话以后，我才意识到说，今天我怎么没有一步一步的挪上，我怎么就跑到楼上去了呢？然后也没有精力说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这样子哈。然后我就给丽华打电话，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有吃到胶原蛋白呀。然后丽华就跟我解释说，她说 three 的这个 Vitalite 呢，里面有这个很多成分可以帮助消炎，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微量元素可以帮助消除炎症，所以这就是我这个使用产品的第一个收获哈，就没想到它那么快，通常一般要吃中药啊或者什么，总是要差不多2、3个月的时间嘛。然后呢，第二个我的受益的就是说我有这个眼睑和眼部抽搐的问题。起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眼睑左面、眼睑上面，后来就蔓延到颧骨，然后2年前吧，就嘴唇有的那个上边，有的时候也会抖。
以前是从一个月可能有那么一两次吧，然后就发展到每天有好多次，然后就让我觉得挺担忧的。因为我爸爸他是帕金森去世的啊，然后医生他也说，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帕金森的长辈，这样子的话呢，你发展这个帕金森这个症状的几率就会增加几倍。然后呢，我就去预约了这个专家门诊，然后专家呢就说你这个症状呢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症状，他说是跟遗传有关系，还有这个原因呢，就是直接的原因就是说你脑部的有些神经呢它搭错了位，就本来他们应该是 separate 的，怎么好他们就挨上 touch 上了。他说我可以给你提供两个解决方案，一个呢就是把头上的这个头骨打开一个小洞。然后呢，把这个搭错的神经给他们分开。另一个方案呢，就是打这个 Botox，就是这个肉毒杆菌。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让这地方肌肉呢，就是僵掉，它就不会再抖了。但是这两个方案呢，对我来说都不是我需要的。我是想去掉这个症状，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而不是说机械的去这种属于破坏性的哈这种治疗。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就是我在服用了 three 的这个多种维生素之后哈，我的面部抽搐呢，它也好了一大半儿。现在就是每个月吧，大概就发生那么，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那么几次。这个是我没有在使用的时候我没有预期说我要用这个产品来治疗我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额外的收获。第三个收获呢，就是刚才丽华也提到了，就是我在打完这个新冠疫苗第二剂以后呢，就有这么一个后遗症，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呢都会出一身大汗，那个好多好多啊，就好像是刚刚从淋浴里面出来一样的，啊，中间有的时候还要换一条被子。在使用了 three 之后呢，就是这个盗汗的情况也有了特别大的好转。现在我是5月份开始服用的哈，到现在4个多月里了，也这个夜里出汗这种情况加在一起，也没有到10次那么多了。所以就是因为我自身使用的效果呢，我就把它和更多的身边的人啊，还有亲戚朋友呢，也跟他们分享我使用的结果。是我的妹妹、妹夫呢，他们在北京，他们都是牙医。他们两个都是西医，不是很适应中医这些中药啊、针灸什么这些的哈。然后呢，他们对营养品也跟我以前一样的，就是持比较抵触的这种心理哈，觉得好像是你这拿来赚钱啊，卖这么贵啊之类的啊。但是他们看到我确实有效果哈，然后对我的高血压也有减缓，然后他们两个也就幸福了啊，并且他也看到周围医生啊，然后他们使用这个营养素之后，确实身体就比同龄的人显得更健康，更年轻啊，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使用了，所以我就是非常的高兴。然后我渥太华也有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也开始使用，并且呢跟我一起推广。所以，我对未来的期望呢，就是说继续提升自己的健康和免疫力，争取呢去掉我长期服用的这个西药，特别是这个高血压的药哈，它也有很多的副作用，然后我就希望慢慢把它减量，然后呢最后可以不用了，然后呢再通过胶原蛋白的帮助，让我的皮肤更健康、更漂亮，并且呢通过分享 three 的产品，能够让更多的人收获健康的同时呢，还可以实现财富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今天的简单的分享，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谢谢佳丽姐，谢谢佳丽姐的分享啊。其实我要非常感谢佳丽姐对我的信任啊，但是这个信任呢也来之不易，也是我多年，然后她看到我变化才愿意来尝试的。那当然了，其实我们营养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就永远不会
不会看到效果，你就不知道它能对你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但是，一旦的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有变化以后，真的，我们首先是会爱家人，会从自己会来去推荐给最亲的人来去用，因为健康真的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好，谢谢佳丽姐的分享。然后接下来我们有请那个亚斌分享啊，亚斌打开你的那个打开你的音频和视频，对。你的摄像头打开，大家还是看不到啊。那我已经打开了。你的摄像头可能大家还是没看到啊。你的摄像头下面那个 stop video 那个地方，哎，好，要不好，大家好，我是冰冰。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是从越南出生的，是中国人的，08年来到加拿大，那结婚生子。工厂打工。4年前，我先生忽然逝去了，对我那个打击很大，失去亲人的痛苦，那我独自生活很困难，和独自带孩子的压力。这几年我生活的压力很大，人整个精神状态很不好。上班总是觉得很疲累，也不爱出门。今年7月底一天，我跟我的朋友阿仁，我们一起去听那个煎餐强饼生意分享的时候，真是我有想自己走出来，开始过新生活的时候，我居然同意。那是一个很大的下雨小山，我们开车100多公里，下车很厉害，到那个多伦多，我们迟到了。但是唯一想看见一群非常真人呐，很有激情的人，也看到阿仁说那个 Kim Ye。深深给他讲的爱夫妻哭泣的，我心里暗暗地告诉自己，我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成这样，所以说我很开心，我这个生意可以让我从200美金开始起步。其实说我一用这个产品，我也不是不太相信会带给我什么改变。但是我听丽娃姐他们说，要做这个生意，首先要了解、认真使用这个产品。我和家人一起都有用那个蛋白粉的，也是营养的产品。结果，我用了追一段时间，就带给我很大的改变了。之前加班工作10个小时，我整个人都躺在那个沙发上，回到家里我都不想做晚饭，也不想接孩子。那用完这个产品，我觉得我自己有改变了，也可以呀，下班的时候也可以做饭呢，也可以带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很好的。那我会介绍给我的朋友的，还有希望他们会伤心的。谢谢大家，这个是我的分享的。亚斌，你那个胃酸反流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还有我的胃酸呢，胃痛已经好，用这个产品我用了差不多，1个多月了，我的胃酸已经好了很多。那还有我有我，
是我运你。动的时候，我有出汗了，以前没有的。对，我再重复一下，因为亚斌他是越南裔的，其实讲中文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啊。我再把它重复一下后面的一个哈，他就说好，谢谢你的，我好，这一点轻他就松是了。他那个一直要吃那个 Costco 买的那个用胃酸反流的那个碱剂，对吧？然后胃一直不舒服，结果哎，对，他发现这一个多月呢，他没有怎么吃那个碱剂了，也就是说他胃酸反流这个情况轻了很多，对吧？另外呢，他原来身体就是一直都不出汗的，哎，结果现在身体都可以出汗了，所以我觉得更为感动的一个呢，就是说真的是我们这样一个生意哈，可以帮助到每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大家让有一个机会，然后能够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哈，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然后不只是说健康方面，然后也是自己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能够有一个更大的改变。这个我想是这个生意可以带给我们的东西。那当然，那首先产品利基，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利基，我们我也是就是还是希望和线上的伙伴们，以后都能一起学习哈，能够首先让我们的产品呢带给更多的家人朋友更多的健康。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好，谢，谢谢，呀呀，再见，拜拜。再见，再见，拜拜。再见。